讲第二招，两条分开，对不对？两条变成一条。其实啊，魔术哈都是技巧跟戏法跟人的错觉哈。那其实只有一条，因为人很好骗的。我原本是两条橡皮筋，而且是同颜色的，我把两条分开了。那我们都会有一个记忆的暂留。当我变第二个魔术的时候，大家以为就是两条，因为刚刚看的魔术是两条嘛。那其实我在第二招魔术的时候已经变成一条了，只是一条哈，就一条，透过一个小动作、小技巧变成两条。啊，就是一条，然后因为它有弹性，我把它一勾一拉，感觉像两条。好，待会会教大家。啊，其实就一条。啊，其实就一条哈。那第一招两条分开是一个小技巧。啊，瞬间的大家啊没看到，因为看就很容易哈，眼睛所以眼见为凭，不对的。啊，眼见不一定为凭啊，眼见常常是一个欺骗啊，不一定准确。所以基督徒不是看现象，基督徒是在主的圣灵里面查验，啊，查验在祷告的里面圣灵的感动，去看事情背后真正的一个现象，啊，一个事实，一个真理。所以我有时候自己灵修，我有一个有一个灵受哈，就是说事实不一定是真理。事实不一定是，我们常常以为事实就是真理嘛。例如说，我女儿不乖啊，我处罚她，我处罚她，假设了，不要讲这个了，就是有看到一个人，我好像是一个流氓，我看到一个人打他，把他打成像猪头哈，我打他是一个事实，但是我打他是不是真理？不是，我打他是一个事实哦。但我打他不是真理，那叫犯罪，谁要定我罪的？那什么是真理啊？他要饶恕我，我打他，他要饶恕我是真理，他要我要跟他道歉是真理。好，所以真理跟事实是有分开的哈。事实不一定是真理，当然有时候事实是真理，但很多的时候事实不一定是真理的。啊，就像讲的，我打他是真理，我打他是事实，但不是真理啊。谁要刑罚我？只有我要跟他道歉认错。啊，他要饶恕我才叫真理。好，那我们再接下来看下一个魔术哈。先等一下，再一个脑筋急转弯，大家太厉害，我下次要找一些高级的哈。好，从家里面到学校，假设从家里到教会一个小时啊，假设从教会回到家里，为什么变成两个半小时？中间没有逗留啊，没有去教会对面的 Seven 啊买东西哈，也没有唱 OK 哈，也没有去逛全联哈。啊，你去一个小时，为什么回来两个半小时？两个半。哎呀，大家实在是，答案就在题目中啊，把一个小时拆成两个半小时哈，两个半小时加起来是一个小时嘛哈，所以去一个小时回来两个半小时哈。好，那这个就很快哈。我们接下来再往下看哈，有时候人际关系。我们这个时代很强调技巧，这个时代的关系都要讲关系，有关系就没关系，没关系就有关系了，对不对哈？你跟他认识，做了什么事都没关系；你跟他没关系，哪怕小小一个芝麻绿豆的，没不重要的，他可以追，他要追究你了，就变得很有关系哈。好，但基督徒的人际关系要从神际关系出发，我们跟神的关系对了，我们跟人的关系就对了。啊，我敬畏上帝。我就会看到人里面其实哈有神的形象，有他的样式。好，如果没有神的爱，我们的人际关系就剩名跟利了。就像王阳明牧师写的那本书，真的会穷到只剩下钱了啊，连钱哈这个都成为让他犯罪的一个工具啊。没有神的爱的富人，很可能就是利用钱来犯罪哈，啊更不好了哈，更会带来刑罚。所以有时候基督信仰。好，我们说别的宗教，他说我是大善人我铺桥造路我做了多少好事为什么我会下地狱？原来基督信仰不是用道德做最后判断的，基督信仰是得救与否、认罪与否。那这个这么好的人，他这个为我们做了那么多事，为什么上帝还刑罚他呢？好，圣经有答案，圣经说他窃夺神的荣耀，他铺桥造路的这些美名，就是我要记得是马康伟是我做的。好，所以好，大家归荣耀给我的时候，就是我得罪神的时候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讲感谢主，感谢主是荣耀归给他，因为人的受造就是要荣耀他。好，归荣耀给自己就是犯罪得罪神，所以做了再多的善事，如果不归荣耀给
神，我们就切罗神的荣耀，神就要把我们定罪了。所以不想照顾有帮助的人没错，可是得罪了神。好，所以圣经的真理那个次序说荣神益人，先荣神会带来益人，不要以为先帮助人不一定会荣神哦。好，帮助人的事可能是那个小偷，你帮他开脱了，你得罪了神。好，所以荣神益人，荣耀神的一定是对人有帮助。好，那不要把神挪掉哈，觉得啊都只看到人。好，所以让我们人际的关系从神际关系来出发哈，就是两个铁材。好，刚刚讲完了，还没表演哈。我这里有两个铁环，可能小了一点哈，后面不一定看得到。我经过敲打之后，又连在一起。这个铁环，啊，吸住了，还会转圆圈。当有神的爱，两个铁环吸住了，还会非常的灿烂在那里旋转。好，那我现在还是要验收。啊，刚刚是前面的哈。后面的刚刚也有过了，中间的有没有一位志愿者？好，我们要这个哈，第一名。道德者以道德来得救。好，现在请他检查这两个铁环。他说的不是以道德。请刘大哥哈来帮我们面对大家哈，有没有办法吸住哈？有没有机关在这个铁环上面？吸不住，要不要敲打看看？是你留意，有没有产生某种敲打后的吸力？没有，没有。好，那是两个字，接龙组啊。他很仔细哈，一定有的哈。好，那我现在同样的铁环啊，我随机的，我也没刻意哈。啊，接口处我特意把它错开，错开。好，经过敲打。会帮我看那个，看完就转，就会转。好，要不要再一次？人不是以道德，其实应该有一个吸引的点，只不过找不到在哪里。对，不知道在哪。对，我们刘大哥一定找不到，因为吸铁在我手上。小的小吸铁啊，我捏住啊，障眼法，我把吸铁捏住了。我给刘大哥的时候就只有两个铁环，他敲一万次也吸不住的。但他很厉害啊，他马上说一定有吸铁，不晓得藏在哪里。啊，刘大哥，下次我会再邀请你了。好，谢谢，来给你，给你。给那个小孩子哈。好，人与人之间的连结，如果就只是两个铁环，为了立根一结合的话，哪怕是一个大事业，我们也看到太多原本说都哥们，好，为了一个事业，可是最后呢，仇恨收场，对不对？老死不相往来哈，还法院相见，哇，这不好。好，那人与人之间有神的爱，靠我们自己有限的。好，我记得我小时候，好，我那个婶婆啊。因为他很省哈，每次我跟我弟弟都到他家玩，都给我们铁锤，给我们铁锤干嘛？不是打架哦，啊，是叫我们敲牙膏。他很省啊，以前的那个牙膏，黑人牙膏，挤到最后哈，挤不出来了，他都舍不得丢啊，都给他留着。然后呢，留了十几个的时候哈，叫我跟我弟弟到他家敲牙膏，我跟我弟弟哈。敲得好开心，然后挤出来很多，他又可以刷三个月的牙。但不管怎么样，牙膏总是有限的，总有挤完的一天。只有在基督的里面，神是爱，我们与神连结的那个爱是源源滚滚，好像它是一个无限的电力公司，我们就会产生影响力。就像这个吸铁，如果我没有拿这个小吸铁，这个两个铁环可以碰在一起，但吸不在一起。我们弟兄姐妹的关系只是碰在一起吗？那会吵架的啊，那会有争执的。只有有主的爱啊，两个铁环才会真正的吸住，不是靠在一起，不然铁磨铁好会有火花的哈，会磨出刃来，变成两把刀哈。所以哈，那我们有主的爱哈，有主的爱就吸在一起了哈，生命就很美妙，就会在那里旋转。
好，那这个哈，这个一个小佛术，十元店就有。哎，刚刚说那个小吸铁，啊，铁环好像四个十块，小吸铁好像一个十块，好，很多很多小魔术啊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个哈。第一个是自动啊，碗的一个魔术啊，大家待会吃饭的时候要留意一下，不然这里这个碗都被我们摔破了。关闭应该有碗也是哈。我们人生就讲人间有三情，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都是根据上帝的爱，因着神的爱，这三个爱，好就是爱的一个发展，好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来因着亲情。所以我们从小在家里被父母呵护，长大了他读书了，他认识了朋友友情啊，然后友情里面有同性异性啊，他认识了其中一位，发展出爱情，然后结婚了又开始亲情，这个情是三个一直在循环的哈。好，就很像我这个碗，我只轻轻一推它就吸住。斜一点，不要正正的嘛，稍微斜一点。好，可以可以啊，不然这边有没有人要自愿来玩这个？我故意拿塑胶的，摔不破。有没有人自愿来也检验一下？你试试看。好，这边好，这边好，我们好，邀请你哈。我有两个碗啊，还可以再请一位。这个大一点的男生来也可以。请我。不要了，哎，我这里手是干的，对不对？我没有贴任何的胶剂哈。他会翻身。吸得住吗？好，还会旋转，记不住哈。好，谢谢。哎，给你一个，给你一个。好，有没有人要来试试看？有没有？哎，后面哈，他是我在台湾教牧哈心理研究院的同学。哦，大声告诉他哈，他在学校的外号叫小姑娘。他把碗吸住，吸不住啊，那个大，有一点吸力了，甚至硬压的啊，手，可以练习啊，可以练习。来，给你们，给你们。你说再量移出来一点，他勒索我，他要两个。你的手自然要平，那个肩也要平。哦，快多练几次啊！我刚才是练手的。好，为什么会瞬间吸住？当然我花了时间练过了，看电视就练了，吃饭就练了，喝喜酒就练了。好，一推就吸住了哈。那原理很简单，答对了。其实魔术就是物理化学嘛，数学嘛。啊，那加一点熟练，只是给它变一个东西，它就是把一个只要一个碗后面有一个凹槽哈，对对对，我只要用一个小技巧把空气挤走，好，我把碗放在我这个手这个骨头这边哈，就已经占了三分之二的空间，我瞬间转到中间，空气挤出来了。哦，就吸住了哈。实的可以吗？实的也可以，就小心不要摔破。好，不然教会会额外的一笔哈，就是摔破碗的费用。啊，就吸住了哈。这个要不要？谁要练习？这个摔不破。啊，这个是塑胶的，摔不破。可以玩一下，是摔不破的。好，所以我们盼望哈，有吸力。雅歌里面讲哈，主啊，你听我，我就快跑跟随，我快跑跟随你。命令不出来的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命令不出来的，哪怕做一辈子的军人哈，退役的那一天也命令不出来的。好，命令好像在一个硬的制度里面。好，教会的生活是一个爱的生活。好，那个爱是里面除了给予哈，有时候我们也要被接受。有时候基督徒做久了哈，我们爱人家很愿意，我们 OK 的，很有经验了。可是人家爱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比较不习惯。可是神的真理是要我们彼此，所以我们学会爱，也要学会被爱，这才是对的关系。好，那只有爱哈，才会真正产生生命的连结。命令不出来的制度也没办法去产生生命的连结哈。所以基督是爱，而我们是肢体，就可以在爱的里面连结，那是真正的，而且将来在天上哈都会长存的哈。所以这一个魔术也跟大家分享。啊，接下来哈，我们也问哈，这题可能哈搞怪一点哈，请问小白、小黑、小黄坐车谁会吐？哎呀，你
白加小白。白白。小白兔还是兔？两只兔。好，这个无厘头的脑筋急转弯。好，我们再问哈，有一百只脚的蜈蚣，假设它一百只脚，我也没算过哈。假设它有一百只脚，经过洗手间哈，为什么只剩下98只脚？因为两只手要放上面，不可以再一百。哦，这样子哈，很接近了。我的答案哈有点不一样，我的答案是啊，经过洗手间的时候，他把手放在鼻孔里，好臭好臭好臭。所以突然剩下98只脚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开心一点。好，再来呢，彼此相爱啊，相爱啊，不是心爱，打错了哈，彼此相爱的一个魔术，在没有任何道具的情况之下，就只有两只手。也可以表演一个小魔术哈，如果大家愿意，可以跟我做这个动作，两只手交叉，食指伸出来，放在鼻子上，不要插到鼻孔里哈，插放在鼻子上哈，手交叉，食指放在鼻子上，一、二、三，哎，你们很多的鼻子是歪的，好，再看一次哈，我手交叉。其实是放鼻子上，有人配了啊，看到了啊，有没有配的到前面跟我们讲为什么怎么变的？我看到有人一次成功，有没有？没有变，他一直。哪一位还要试验到前面教我？有小魔术。他手交叉，放鼻子上。一、二、他手又反过来，哎，有人会了，有人会了，手又反过来。人的眼睛啊，常常只看大的地方。有一句话说，魔鬼常常藏在细节。好，我们常常只看大的，小处我们忽略了。手交叉的时候，我上面的指头也做了一个小交叉。这样子啊，里面的在里面，外面的在外面。手在上面交叉放鼻子上，可是人总是会看下面这个两只手背的交叉，上面再一个小交叉放鼻子上就解开了。好，对，张姐一次搞定，好，一次搞定。好，所以呢也提醒我们，我们看事情啊，在主的角度哈，面面俱到的时候，是从神的角度来看，才会真正的面面俱到。从人的角度，总是会有状况的哈，有问题出现啊，破绽无处啊，就会有负面的东西。从神的角度，我们就看怎么弄这样子啊。这个会了吗？大家会了吗？那请会的告诉不会的哈，不会就会了啊。没有道具的时候，就两只手就可以变魔术啊！有人想了三天三夜还想不通。这样，哎，好，手也交叉，鼻子也交叉，对，两个交叉。哎，等一下，怎么弄？你看我的手呢？好，我们再接下来哈，弄怎么弄？对，我们接下来哈，来点温馨的。你手要交叉。我们请也请一位弟兄或姐妹到前面来，手是大声的，充满信心的跟我们说他的优点三个哈。每说完一个优点，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要竖起我们两个大拇指指向他说，哇，某某弟兄你好优秀，在我的右边，好不好？然后他还要回说，啊，回应说，对呀，你在右边。我们请一位好不好？有没有哪一位自愿？他骗人的，请。好，我们这边哈，阿姨。骗人的，我知道了。这个叫他，这个没有叫他，不是你的右手一定要在你的右边，请他面对大家，面对大家，右边，请说第一个优点怎么样啊？哭点低是优点。哇，你好优秀啊！哎，对啊，哦，我好优哦。第二个优点，笑点低更是优点。第三个优点，爱笑又爱哭，你都是优点。哇，你好优秀啊！对呀。在下去前呢，请他找一位弟兄，上面不动，找一位弟兄。对啊，这个不叫交叉吗？就近啊，这种正面的像。啊，他不是这样子吗？他是让你这样交叉，这样子给你的，给你选一位上来。谢谢你，准备三个优点。好。Thank you.
我们华人总是觉得想自己的优点好像比较骄傲自大，没有圣经的真理哈，那是神给我们的恩赐。好，我们不要说我都没有优点哈，讲自己恩典的时候是在敬拜上帝耶。好，这是神给我们的恩赐要来侍奉的。好，我们是哪一位弟兄？他们两位对不对？哦，这样子。那再请一位好不好？再找一位。有没有姐妹要变弟兄？哎，那个这位弟兄，确定他是弟兄吗？好，欢迎欢迎。那我们展示优点在，这是谦卑。好，我说我叫马康伟，马牧师，我没有说这个叫骄傲，很真实的讲我自己啊。哦，我喜欢笑，这是恩典，喜乐的灵嘛。好，三个优点。对了，第一个，这个我帮你，好，放出来。下面，对，我很年轻。对呀，对呀。第二个优点，我很帅。我很诚实。哇，你好优秀啊！对啊，对啊。好，谢谢他，谢谢他。还有什么？小礼物，小礼物，小礼物，小礼物。好，我们时间关系哈，我们还有几分钟了，那我们很快的再看哈。这个先跳过去好了哈，因为我想精彩的魔术跟大家看一下。好，软弱的变刚强。说话辨别。我这里有一根绳子。有时候人就像这根绳子，很软弱的，软趴趴的，做什么事都没有劲，然后呢没有立场，我们变得好好先生，这样也好那样也好。可是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，软弱的要变刚强。我们请一位哈，这很简单哈，有没有人愿意来摸一下？一摸就会，不用教的，一摸就会。好，只是我这里哈被之前小朋友弄有点打乱，你看看怎么让它变钢琴。这里头转一下，转到一个面，它就卡住了。耶、yeah! 成功了哈，成功了哈。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哈。再来，一摸就会了。好，我们那边一个姐妹哈。到人。好，来一位。两位了，好，两位哈，是这位先哈，那位排队哈。好，我们请刘姐哈，刘姐哈。哇，这样子也对，没错。要在中间的位置，你的手放中间一点，转到一个位置。对。就这边轻的向上，然后就一只手撑着。好，这很简单的哈，一摸就会了，一个角度，一个角度。一岁你过来一个面子上上去。还没搞定呢。哎，我把它硬的变成软的，这样也是魔术啊。哎，也是魔术，他把刚强的变软弱了。好，感谢。